從者第一位真專家出嚟啦。第一位嘅講者咧就個講題會係人工智能給人類帶來什麼？咁咧我哋有請咧係陳慶雄教授，係明愛專上學院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院長。主教，改嘉賓，改講者，今日咁多講者之中，而家咁多講者之中，我係最冇醫療嘅資歷嘅，但係又要喺度講。如果我講嘅內容喺醫療上，但係如果我淨係講人工智能，而冇提到醫療，係落唔到地，聽我哋聽唔到地嘅。所以就夾硬講人工智能又要講啲，但係人工智能喺好多書本我都已經睇過，有啲人睇過，所以我哋揀一啲一啲可能係少見嘅，或者係一部分嘅，所以部分內容可能係對人工智能嘅理解係有會有啲唔同嘅地方啊，讓大家可以知道啊，我哋都唔係白費功夫特登嚟嘅。咁講嗰陣時咧，我都有大挑戰，我要承接到上邊之前嘅講落嚟，佢哋睇到作為一個工具，點我好好地應用佢。又要唔好講埋下邊講者嗰啲嘢。咁所以我琴晚睇完個 program 之後咧，就琴晚都要做到嘢，再修改草稿。所以你哋就好精神，可能我嘅眼瞓都唔見。我首先講的是智慧本身，先不講人工智能，先講智慧。智慧是人類最大的一種，是沒可能想像到人的智慧是那麼厲害的。如果從那個智慧來說，為什麼人類有智慧，是怎樣都沒辦法解釋到，無論你用進化論說什麼也好，都沒辦法解釋到智慧。如同愛是沒得解的，你說物質變生物，我不知道怎麼說，宇宙變到有無宇宙變到成個出來這麼有秩序是沒得解的。那科學只能是因為有一 些定理，那定理表明亦都沒得解的，那你從愛情是沒得解的。那所以當沒得解的時候，找回這個來源就好像在基督的信仰裡面所愛愛的。同樣智慧，如果要問點解，這個可能唯一我們不用智慧。但是這個智慧是怎樣呢？它真的改變了人類。人類由開始一路下去都是用著智慧。首先要賺食，賺食那時候要做事，做事人類的智慧呢就學識咗用工具，咁用工具嗰陣時咧，係可以做到一啲，仲要可以做得更加效率高咗。咁呢個係靠人嘅智慧，點樣去發明啲工具咧？而呢個工具，但係用工具嗰陣時咧，佢只能夠將你做嘅嘢可以做得好啲，但係唔能夠幫你發揮你嘅體能。體能叫你自己出嚟。個力量係自己出嘅，嗰個工具係幫咗你去運用你嘅體能。咁所以幫唔到嘅時咧，咁人類下一步咧就用到連個體能都可以用埋。咁體能點用啊？以前搞唔掂，就唯有用啲動物咯，揾第啲人咯。咁如果家學出名就叫揾笨學，係揾啲動物幫你做嘢。揾只牛幫你耕田，揾只馬嚟幫你行路，用緊人係用緊動物嘅智慧，或者講得好聽啲，用一隻導盲犬，個人做唔到，而可以要做到。咁而一度係揾動物唔係辦法，
所以就發明咗機器。機器唔係單止一個工一個 tools 啊，而係可以有能量，佢能夠將能力變做咗出嚟。所以人係唔需要用自己嘅體能，唔需要食飯嗰啲能力去做嘢。咁呢個就係去咗一個所謂機械嘅時代。咁而呢個過程裏邊，就一路嘅目的係乜嘢咧？好可能就係能做自己嘅工作，做多啲，可以做多啲嘢，個效率增加多咗。咁係唔係增加多咗咧？相對到機械時代嗰陣時咧，係的確改變咗人類嘅。咁改變咗人類嗰陣時，係成個人可以嗰個唔需要再體能，而引申到嘅就係話以前嗰農業社會係整個改變咗。咁以後就去到資訊時代，跟住就知道而家嘅人工智能時代。咁我從呢度再睇個智慧係點樣咧？嗰個智慧開始我首先睇翻嗰個機械時代嗰個改變先。咁、那個改變一陣間會提到個改變嘅，就係話人可以用好少嘅勞動力做到好多嘢，因為嗰個能量已經可以由汽油或者電力去代替咗。咁有冇好處咧？係有好處嘅。咁我一陣間冇提嘅，所以暫時咧講住先啦。咁的確以往嘅工作取代咗。以往係咩工作咧？大部分係農民，大部分農民都唔夠食。但係取替咗之後咧，人只需要好少人做農民就容易，已經足夠全球去食。咁係咪嗰啲農民全部失業啦？係㗎，佢哋冇得做農民㗎。但係在整個人嚟講，足夠全球食，尤其係大嘅數。咁呢個係智慧所產出嚟嘅一個好大嘅因素，令到人嘅生活改變。如果人類願意保持在當時的水平，一百二百年的生活水平，包括物質的水平，只需要10%人做嘢就足夠，全世界已經足夠。但係仍然有人餓死啦，仍然有人冇屋住啦，嗰個係個其他問題嘅。咁呢個速度咧係越走越快，即係話冇咗農民之後係咪冇失業咧？唔係多咗新嘅行業出嚟，咁人唔係做少咗嘢，仍然做好多嘢，因為人唔想停留喺200年前嘅生活物質嘅生活，想生活追求嘅更好，所以繼續發展落去，出咗好多嘅工作，去到資訊時代，繼續呢個走勢繼續做佢，而佢走得越走越快，咁一陣間越走越快咧。很重要的關鍵，大家要提到的，就是人工智能。咁呢個智慧是做乜嘢咧？揾其他可以用智慧啦。但用咗體能之外咧，人仍然保留咗自己嗰個操縱，即係我係俾命令呢個吸塵機，我要操縱佢。但係而家嘅操縱嘅過程咧，係需要智慧，係用人嘅智慧去操縱個機器。你嘅操縱嗰啲功夫咧，都要慳埋。所以就揾個好運嚟啊！你清潔地下啦，連清潔都慳埋。咁呢個操縱亦都係噶，嗰架車會識走噶，但係用人嘅智慧去操縱。但係而家連人嗰個操縱都交俾架車自己去操縱，咁呢個係人類嘅發展嘅。咁翻翻去醫療先，其實在醫療在幾十年前已經剛才講到有些人會問到十年後，通常有十年後咁咪保守啲，自己就十年啲工作會取替。咁其實我先已經喺過去已經係交代咗呢個問題嘅。咁喺醫療方面，其實喺幾十年前已經開始有病嗰時去醫。越嚟越去預防嗰隻病唔再係問你病咗而家中風先知嚟，而係好多年前問你嘅膽固醇有冇走緊趨勢，由一個正係病同病話呢個膽固醇係有事嘅，呢個係冇事嘅，而係再早啲，雖然係健康係跟住膽固醇係靚嘅，但係係唔係非常之靚，到漸漸走勢啦，一路已經一早已經係改變。
呢個改變嘅過程，你點樣就出到好多數據啊？好似頭先啊，李生所提到嘅，咁呢個數據嚟講係個數據非常之大，同埋投資係非常之大。咁呢個投資係因為喺醫學全球嘅投資係非常之大嘅，係一個天文數字嘅投資。咁所以用咗一部分即係綠色工業先係 AIT 嘅投資咧。已經係幫助好大啦，咁而家再加埋個人工智能嘅投資喺度發展緊，數據多到離曬譜，而一個好主要嘅數據就係喺嗰個醫健嘅裏邊嘅數據。咁啲數據可以用喺病人啦，喺internet啦嘅資訊啦，同埋喺一啲減少一個錯誤嘅地方。咁講住咁多我唔識嘅醫學先，就翻翻自己個項目。圖像係一個頭先高醫生都講過圖像啦，係人工智能近年來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突破。咁呢個突破裏邊咧，即係可以睇做啲乜嘢啦。咁左邊咧就係一個好細嘅相。咁如果你將佢放大咗之後咧，就唔清楚啦。咁因為嗰幅相個解像度係得咁多啫，你夾硬將佢放大咧，就冇咁，所以越嚟越細啦。如果你將佢繼續放大咧，都唔清楚噶。咁但係用咗人工智能咧，係我哋嘅同事做咧，可以令到佢清楚咗好多。咁點解清楚咗好多咧？你就算點樣話佢睇唔清楚就唔清楚，係冇辦法清楚嘅。係靠假如你假想像有一個畫家，佢好識畫得畫形象嘅，佢畫埋佢畫嘅嘢。咁呢個畫家就係一個用咗大數據學習，咁佢睇咗好多人高清嘅圖像，睇暈曬，然後唔知道可以畫埋佢。咁係唔係真係咁樣咧？未必係。佢填翻係咁樣，咁佢應用裏邊咧，如果而家已經交到最細工程啦，但嗰時咧，我哋其中一個研究咧就要求嘅反應呢個研究啦。咁研究裏邊咧，我哋就要睇個球員啦。咁當你即使你用高清度，但係跟張相咁大裏邊，你睇裏邊其中一個啊，你試過未啊？同埋你影完一張團體相，咁你影成咁多人影完團體相。跟住我喺邊度啊？咁就放大啦，睇唔清楚放大啲啦，放大啲都係，因為你將成張相射眼喺度，你只係嗰個小地方，所以將佢放大咗之後，放大咗之後都係冇嘅。咁一亦都要用一個所謂超解度嘅人工智能嘅方式將佢畫出嚟。咁佢需要。看過很多這個球員的投射片其他圖片不是這個可能其他學校看看完之後學了一些這個數據學了之後然後分出來包括這個球員或者很多其他的球員一個人打緊的時候如果是怎樣表情不都看完怎樣去做出來那我們我選一些我們同事做的因為你在網上看到很多人工智能的比結果的那所以選一些可能是選我們自己那些可能在網上看不到的近期那這個就是將一張照片將它變成卡通那這個那照片變成卡通呢是已經是近年來已經做錯的那但是比較難一點就是將一個 movie 因為 movie 放在很重要很多張照片都連出來咁將佢變成卡通啦，係亦都係佢嘅同事係咪啲 research 學生做嘅？咁呢個咧就係喺多年嘅試驗過程。咁多年嘅試驗過程裏邊咧，一直都唔係幾有人去留意嘅。直至到一萬幾年嗰陣時咧，一個攝影師將佢影咗相之後咧，發覺佢嘅底片咧係清楚過原來。咁如果睇完清楚咗原來咧，係好似原來嗰張係反轉咗嘅。咁因為一直以嚟都唔知道嗰張係唔係真，咁所以當時就引起咗人工，引起咗人嘅興
真係耶穌話好快要到咧，一直以嚟嘅科學都唔知道嘅。咁所以因為嗰個黑白電轉咗嗰時咧，就即係話人畫畫係唔會畫一張相黑白電轉咗嘅，除非佢真係一個光射出嚟。咁而家光射出嚟嘅，就好似聖經講咁樣，係所復活黑暗一個好強嘅光。咁所以會唔會呢塊布就可以證明到呢塊預告俾人係經過咗一個好強嘅光嘅過程？因為有復活，而有冇復活係一個教會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嘅。如果有復活嘅話，即係生命係永生嘅，咁呢個係個證明。但係喺呢個經過好多嘅研究之後咧，再睇翻而家啲相，其中有好多唔同嘅研究喺1970年嗰陣時咧。教會請了全球各行各業的專家去研究，包括光學啊、解剖學啊、醫學啊、化粉學啊，很多光學的醫生的研究。那這些研究的人大部分都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們都是因為他們邀請，因為他們是各方面的專家，那找到很多的數據。而講了很多，我只是揀其中一樣，我哋研究團隊最近一樣，就發覺原來畫喺通常嗰啲畫像啊，講耶穌嘅畫像啊，同呢個預告上嗰個面容咧係有啲相似。咁即係話呢幅畫會唔會係好多年前有咧？咁但係因為當時耶穌死咗之後，再復活之後咧，教會受到迫害，所以有幾百年係呢塊布。咁唔見咗幾百年之後，釘十字架點都唔知，已經完全忘記曬。所以人哋重新畫嗰啲像嗰時咧，就發覺當時畫嘅像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耶穌像係唔同樣。但係到到600年之後咧，啲像咧就差唔多，都好似預告咁嘅。咁會唔會係因為當時開始宗教羅馬喺300幾年嗰陣時變成國教，以後可以教會已經俾人？自由之後咧，會唔會一啲畫家睇到呢塊預告而將佢畫翻出嚟啊？我哋唔知道啊，因為如果照歷史嚟講，呢塊布咧去咗東方，去咗好遠嘅地方，咁當時寫都話去唔到嘅。咁我哋做嗰個研究咧，就話如果呢張相係咁樣，咁畫家照住呢個畫啲像，咁我試下用深度學習，可唔可以將佢畫出嚟？深度學習的意思就是話，我係睇咗好多人的相，但係我唔呢個數據裏邊係冇畫家所畫嘅數像，即係話呢個深度學習嘅大數據裏邊係冇嗰個像嘅。如果冇嗰個像，佢畫出嚟佢係點樣？咁我哋首先要將佢嘅一啲 noise 去隔走啦，咁即係隔走咗先啦。咁隔走咗之後咧，仍然好遠。咁但係呢個研究裏邊係相對啲困難，因為大數據咧全部都係要，如果係咁樣就變成咁樣，好似頭先咁，如果嗰個人係咁樣，嗰個卡通係點樣，人點樣卡通係點樣，我經過幾百萬個，如果畫個人係咁樣，嗰個卡通係點樣，咁嘅邏輯係經過幾百萬個，但係呢張咁樣嘅相咧係歷史上冇，只得一張係咁樣畫法嘅啫，咁我哋係冇數據。所以係花咗好多時間去做嘅，咁等大眾最後所得到嘅結果，而家得到結果咧就係咁樣。啊，咁同個面型咧，即係話如果個面型係咁樣時候，就大係咁樣。咁但係呢個人工智能咧，未必係咁樣啊，可以好多種類似都可以係咁樣嘅。咁但係近日點解啊？呢個亦都睇到人工智能獨特性啊。因為我哋所揾嘅數據咧，係今日有相機之後嘅相，咁今日係好少人會用數據，有數都睇咗佢嘅，咁所以人工智能咧就將明明喺左邊一望咧就睇有數嘅，好長數添，但係右邊咧就有數我睇咗。咁呢個係另外一個人工智能。即係頭先講嘅呢個工具用得可以用嘅地方，有好多地方可以用。呢個咧係
This is a live report from the Situation Room. This is a live report from the Situation Room. The situation is out of our hands, and for now, even the best analysts are struggling to predic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next. This is a live report from the Situation Room. The situation is out of our hands, and for now, even the best analysts are struggling to predic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next. Hey.
喺除咗學習之外咧，佢用咗學習佢之外咧，第二個咧就係要一個 generative 嘅誒。咁大會曾經三番四次提到嗰個 ChatGPT 啊，咁即係話提醒我都要睇一睇咁。咁其實 ChatGPT 咧，咁我就唔用 ChatGPT 嚟講，因為我都係都會睇到，就用嗰、那個generative 嘅 AI， 即係話 generative 係生成嘅 AI。咁佢唔係已經有嘅數據，即係我冇一個大數據，點搞咧？我係生成一啲數據出嚟，或者冇咁多數據都可以做到。咁呢兩方面係近年嘅突破。其實人工智能唔係一個新嘅嘢，係已經有咗好多十年啦。啊，喺我未讀書嗰時已經有人工智能啦。咁到喺只係嗰個應用。嗰、那個幾係技術上一啲突破嘅啫，咁呢個技術突破係嗰個深度學習係十幾年前先開始嘅，喺圖像開始嘅。咁其實段正幾十年，我諗應該有二三十年前我已經聽過用人工智能段正嘅，咁當時未有 deep learning 嘅，咁當時用一個所謂叫做 expert system， 我唔知中文叫咩名啦。咁假如你將所有嘅可能俾曬嗰個機器。你有卡冇發燒，唔係肺炎啦，即係可能你降温度嗰時，降温度冇升咁就當你唔死嘅嘛，唔會升到你。咁係度曬啲數據，咁就中咗一啲好多嘅問題。咁問完之後咧，咁就即係同醫生對答啫。不過而家唔係同醫生對答，而係對一個 software 個 system 對答。你有乜嘢有乜嘢？咁因為醫生嗰時佢要問，都要問足你啲嘅。佢又唔係睇住你卡，又唔係睇住你乜嘢。當然有啲數據，好多喺屋企嗰時咁啊。如果你話我嘔喺屋企嘔，因為佢唔係睇住你嘔啊，唔知啊。呢啲全部都係你自己嘅數據。咁你而家俾曬啲數據嗰個機器，咁個機器就當係邊個嘅經驗，就咁樣診斷。咁呢種診斷已經係幾十年前已經有。咁但係呢個診斷咧，係需要人用人嘅智慧。係人有咗智慧，我知道乜嘢情形之後，話俾個系統知，通常個系統去做的。而喺十幾年前，頭先大家所睇嘅，而家呢個 deep learning 最主要嘅應用，暫時只限於圖像同埋語言，只得兩樣啫，仲有好大嘅空間係未發掘嘅。譬如聞下咩味啊，觸覺好多嘢係未發掘，不係成熟。咁但係個用途咧已經好大啦。咁如果能夠將佢一度發揮嘅用途咧，佢係可以真係可以改變個世界，好大嘅。咁但係呢個深度學習同以往嘅系統有咩分別？佢學習啲乜嘢咧？咁其實本來我有其他嘥去解釋嘅，因為我後屘就將佢搣走咗。我跟住有時間有錯，咁但係而家都會。即係暫時咁加翻落去。咁深度學習同一般以前嘅學習同個智慧有啲乜嘢咧？咁以前咧，的確係要去解釋嘅。即係假如我睇到如果喺中學嗰陣時我識畫圖啊 graph 咧，咁我當呢兩個數據，譬如呢兩個數據，即係有兩點數據，咁我哋當係直線啦咁。咁個直線咧就係一個公式啦。咁呢個公式咧，就係即係雖然我得兩個數據，但我轉咗你公式之後咧，呢個公式咧就可以 predict 咗其他點喺邊個位，我喺個關度提取出嚟，即係所謂文一而知十。你只係講兩樣嘢俾我知，如果用一條直線畫嘅話咧，出咗條線係乜嘢我都知道。咁呢個係一直人類係用呢個方法去做。咁但呢個做法咧已經得到好大嘅成果嘅，但係去到個階段咧就話好多嘢唔係線性嘅，唔係直線嘅，係攣嘅。咁所以如果攣嗰陣時，如果你唔係咁兩點係第一點走喺上邊嘅，我就唯一諗就攣嘅線嚟飛。所以多數佢要飛我就要，嗰條線咧就越複雜。
佢點樣咧？但係複雜嗰陣時咧，佢都需要一個解釋，點解係善性，點解係劣，點解係咁樣？咁遇到一啲問題，譬如人嘅感情啊、個病啊呢啲嘢，係唔可以用善性代表，唔可以用一個方面代表，就唯有夾硬揾條區嚟解決。咁要飛到幾多咧？都大咧，純粹咁飛，三圍、四圍一直落去，去到幾多咧？喺到喺啲咩嚟嗰時咧，就係一百萬個咩嚟個，超過一百萬個咩嚟個。如果一個即係 variable， 即係咁多空間啊！啊，即係如果二維空間、三維空間，而家係一百萬個 variable， 你當佢空間喺咁樣裏邊夾硬去 fit 佢，咁所以就要起碼超過一百萬、幾百萬、幾千萬、幾萬萬嘅數據。咁裏邊係點樣 fit 嘅？就係、是、你自己夾硬 fit。咁所以咁樣 fit 出嚟咧，係冇辦法。因為人你一條線線我都仲可以解釋。如果我叫你將啊攝氏轉華氏咁啊，因為咁有一條線線咁可以解釋啫。但係當你一個一百萬分時，係絕對冇辦法解釋，係夾硬解，即係我所謂嘅判錯。我唔識解，我要夾硬解。咁夾硬解就用好多咁嘅花樣溝啦。咁但係我啱啱又俾佢撞到喎，咁所以想所以係呢個突破咧。將人再用一個公式去解釋，而係交俾一個標準嚟嘅好多大數據去做，因為對到社會嘅問題咁多嘢，係講疫症點樣，你冇辦法可以講簡單公式，亦都唔可加多幾個咩嚟講都唔得。咁如果係真係要解釋啦，係咪都解釋咧？其實係有嘅，大人唔係人嘅可以理解到。咁所以咁做咗個標準嚟啦。又俾佢做啲嘢，明明佢係得喎，有啲嘢咧可以，咁所以十幾年前呢個新學習呢個突破咧，就用咗圖像方面嚟做喺醫學同其他嘅地方。咁但係呢個咧係必須要有好多數據，因為夾硬整一個模模出嚟，嗰個模有幾千萬個泡，幾百萬、幾千萬單，越嚟越多，高越嚟越多，而咁多 parameter。用到最強的計算機都仲計好多人，可能計成個月。我哋啲總事有時即係成個星期開咗機咁樣做，都要計出嚟。所以唔已經唔可以解釋啦。但係佢又做到，咁所以即係唔知係做唔到點樣嘢啦。咁所以我哋就要用佢。咁但係如果一定要大數據咧，就係、是、佢因為大數據係必然嘅一個好，好似剛才我要分析呢個臉部呢個圖樣變出嚟係冇數據的，因為冇一張相係咁樣嘅相，世界上冇一張咁嘅相，你夾硬要出嚟去作出，咁所以就多咗另外一個 AI， 就係、是、話冇數據，我要 create 啲嘢出嚟，咁 create 啲嘢出嚟咧，呢度就舉一個例。哦，已經完咗啦，翻轉頭做多次啦，好唔好？我想畫張畫，因為一個畫家嘅創作，唔係必然能夠做到嘅，即係唔係一個 passive 嘅學習可以做到嘅，而係要唔係講必然嘅唔係，係佢係要 create 啲新嘢出嚟，我真係 create 啲新嘢啦。咁如果我有啲雲，要有間屋，有個有條河。咁、那個畫家咧，咁就唔緊要，我同你畫埋佢。咁呢個係創作嘅，要畫住出嚟一齊襯噶嘛，即係個間屋咁，棵樹咁，佢要襯翻。咁呢個就係另外一種機械，俾啲咧嚟嘅下一步啦。咁而 ChatGPT 咧，就係即係生成嘅 AI 嘅其中一種嘅 AI 就係 ChatGPT。咁我講嘅 ChatGPT 就是。咁而其中一種嘅 implementation 而係用於用語言去溝通嘅方法。咁呢一種 ChatGPT 咧，就咁我又要即係、就是、又要揾下啦，揾下喺網上度揾下一啲 article， 即係睇下
對於嗰、那個啊呢、這個而家用緊呢、這個上用緊新型嘅設備，因為有講到兩方面，一個就係靠大數據啦，一方面係新型嘅人工智能啦。咁呢度咧亦都揾翻一啲呢個 article 係2023年嘅，佢講咗一啲而家已經有嘅系統，即係用緊系統嘅。咁喺醫院同診所用嗰陣時咧，攞嚟驗證啦，佢一個佢病人嘅一個 monitor 咁樣嘅點睇臨牀嘅結果啊，即係成個過程去睇啦。佢呢間公司 HAI 咧係一個呢間公司咧就係將嗰個前列腺癌嘅檢測可以係準確啲去預測到。咁另外下邊嗰三間公司，我先提你啲同埋 Deepspine 咧，佢就係做緊嗰、那個佢係製造一個系統，係可以將嗰、那個成個過程，即係話保險廳嗰啲嗰個嗰啲文件有檔件俾唔俾佢，即係要保險。Authorize 佢可以知啦，即係肯俾錢啦，你自己都知都得，咪你自己俾錢咯。但係即係 authorize 俾你啦，然後佢唔俾，俾完之後點算啊？咁你就攞張票啦，即係話個位就係咁嘅咯。要你俾咁你又票啦。咁去到嗰個成個過程，同埋以後要點樣 follow 成個過程，用咗一個即係 AI 去做一個過程出嚟。咁藥廠亦都係用緊呢個 generative AI， 因為嗰啲藥係未有嘅，佢係要揾一啲新嘅藥。咁新藥就唔可以用一個現成嘅嘢啦，要揾啲新嘅嘢。所以佢要揾一啲新嘅藥嗰時，點可以發現新嘅藥？咁而揾咗新嘅藥嗰陣時咧，要做一個 trial， 要試過，即係要揾啲老鼠，揾人請啲嚟試過呢個藥。咁試完呢個藥之後，先至係去進行啦呢個過程。整個過程裏邊就係能夠令呢個藥到最後嗰個藥嘅效率可能會提高啦。咁一啲藥廠係用緊呢個 extension， 呢個係 biotech 嘅公司，佢係分析咗 patient 嘅嗰個病人嘅事，咁同埋做咗呢個 prediction， 同埋睇埋個即係成個過程。嗱，嗰樣嘢係未發生，咁呢樣先真正會發生啦。因為嗰種藥係未出嚟、未出街、未有人試過，而去模擬翻，如果試完之後會係點樣？咁所以佢係點成個所謂生成嘅一個 AI。咁那呢邊係一間喺我哋買做 deep learning 做 AI machine 嗰時嘅一個製造商。咁佢就做咗一個系統，呢、這個系統咧係俾其他公司啦，譬如啊，英華斯啊啲其他公司就用佢。佢用一個嗰陣時咧，可以將自己嘅數據擺入去，即係佢整咗個 system 之後，你用呢個系統咧，去用呢個系統咧研發自己嘅藥。因為啲公司佢自己咧係商業秘密嘅，佢唔係就咁俾入去，而佢可以用呢個系統。咁呢個就係俾錢嗰個啦。咁俾錢嗰個可能係嗰間保險公司，可能係一個唔知係咪一個醫療嘅機構啦，即係話病人嗰時佢負責去俾錢佢。咁俾錢佢嗰陣時咧，會遇到個問題就話呢個病係應唔應該俾咁多錢啊？乜嘢病係應該俾幾多啊？要有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嘅。咁同埋係點樣去預防嗰個疾病啦？譬如有啲本公司會覺得，如果病嗰時先知，可能仲貴過。啊，佢唔係著人嘅著想啊，佢只係話從嗰個經濟上講著想。如果一個預防，佢唔係一個冇心想預防嘅病，而係如果係本公司發覺，如果我俾你做身體檢查，你少咗病，雖然我用咗錢俾你檢查，但係之後你真係病嗰時，我慳咗錢。所以醫療係即係保險公司係背後嘅推動。咁當然咧，如果從人性嚟講，預防就算要錢都應該做噶。但係過往嚟講咧，保險公司係唔肯嘅，即係話你又唔係病，你係檢查咧就自己俾錢。咁而家有相當保險公司都係咁樣嘅。咁但係如
果保險公司再睇埋將來嗰、那個對淨係經濟點樣嚟講咧，都係預防嘅嗰、那個經濟係更加好嘅。咁今日當唔係咁做嗰陣時咧，就已經令到貧富嘅問題啦。同佢係俾唔俾可以放，同俾唔俾俾唔俾。咁呢班公司咧，最後就用咗將嗰個聽個會內成個過程去決定咩要唔要做預防，邊啲人去做啲乜嘢呢個過程，將佢變成咗個 efficient 嗰個時間係短咗。我記得有啲調查咧就係話，就係問嗰啲病人邊樣嘢係最唔滿意，咁其中有好多病人都係話個溝通唔滿意，即係溝通即係話佢唔係講緊投訴緊個地方醫唔醫好佢，而佢同嗰個溝通啊，佢都唔知係乜嘢，又唔知咩事啊，佢做咩啊，而家呢個你做乜？個溝通咁多事係做唔到嘅，咁而呢個系統咧係幫咗佢做咗事咧，令到咁醫療嘅技術啦，係應用咗啦，咁包括咗所謂移植或者植入嘅植入一個 pacemaker 心跳或者係將長針呢兩種即係擺咗喺個人體裏邊呢種儀器。咁以往嚟講，如果譬如要多個心電圖有事啦。咁而家醫院都有嘅，就係話，如果你話你見到你有病，咁但係你去到醫院時睇唔到你病，因為間中有喎，間中有啲有啲嘢跡象，咁同你度一陣未必度到喎，咁唯有就將你擺個心電圖同你度24小時啦，咁度完24小時都可能冇發生嘅，咁你個有病我度唔到啦，咁但係翻屋企過咗一個月，佢可能有病嘅喎。咁所以用咗呢個係即係直接去離遠去 monitor 住佢呢啲個意思咧，能夠令到可以用翻一段手個意思，個意思唔係淨係喐，而係可以用人工智能可以幫佢喐啦。咁最近都睇過一啲話，即係想好似琴日睇過啲想擺埋個腦度添，即係話如果我係唔識喐隻手嘅，即係隻手係冇事。但係個腦個神經唔識得控制佢，咁可能咧就植入一啲嘢喺個腦度，咁俾翻啲反應佢，等能夠個腦咧俾佢隻手去用翻。咁呢啲用途係好大嘅，咁公共衞生頭先講開區已經係講過啦。咁而呢間公司咧，快樂 Care 呢間公司咧，就要開緊呢個 system 咧，就係將個變種病毒。先預測一個變種病毒，咁如果即係話未有變種病毒之前已經預測咗幾時會有一個會有變種病毒，咁即係話預先講定俾疫苗研究嘅人要整定啲疫苗啦，幾時會有病毒啦，幾時用乜嘢，唔係到時先至做，咁對於管理唔可以，同埋嗰個政策都係預先咁去做到。咁呢個睇咗好多都係人工智能嘅益處啦，行政上會快咗啦，可以 virtual 或者以即係遠程嘅醫療之外咧，唔止係做個手術醫生，亦都包括埋護理方面咧，亦都可以做埋嗰個遠程嘅，可以減少咗藥劑嗰個差誤。呢度我調查就有70%嘅病人唔係根據醫生指示。去做嗰個移動術，咁即係話本來俾佢嗰個診斷係啱嘅，俾嗰啲藥係啱嘅，但係佢就行唔咗，或者啱啱老師我就唔識，咁本來你俾佢，但係佢唔做嘅，咁即係要用一啲咁嘅方法嚟提醒佢。我喺行飛嗰陣時咧，當時咧係有一個佢哋當時外資病係好多嘅，咁外資病多嗰陣時咧，咁科技去處理咧，就係為嗰一種外治病特製一種藥，每一個病人嘅藥都唔同，係根據佢當時情況，佢嘅外治病情係點樣而特製一種藥。咁呢個又係好貴嘅，
但係當佢哋咁樣嘅情形，即使有藥，應藥一個特點嘅，就係每一樣都要食，係咪準時食？食早咗、遲咗，都會將個效藥嘅效力減弱。當藥力減弱咗之後咧，呢、這個艾滋病就醫唔到啦。咁因為如果艾滋病可以穩定咗之後咧，係可以補償人嘅，係可以一如常人一樣，即使有咗艾滋病都係一如常人。咁當時我哋一啲後生做又做咗系統咧，就話誒日日嗰時候咧就打個電話即係打短信俾佢，即係送埋個手機俾佢，有咗成就啦。咁而呢度咧又係即係話要幾時食藥啦，咁都要。咁同埋嗰個數據收集咗，收集咗之後，當佢起身嗰時，醫生一睇就知道我哋幾時會食藥，佢知道咗你個病歷，所以唔係淨係提醒你，而係做埋我哋有咗個病歷嘅數據。如果你幾時唔食藥，有咩後果，會知道咗。可以令個手術更加安全啦，更加安全即係話，因為嗰個機械人係可以好細小嘅空間都可以做到嘅，未必需要一個即係話未必真係死一死嘅手術咁樣。咁所以嗰個傷口咧可能係細咗，咁傷細咗復原嘅機會咧亦都係好咗啦。咁而家都可以嘅，咁但係用個機械人係準確咗好多，佢睇住啦，反應。咁行騙嗰度咧係減少咗，咁要所講嘅行騙每年咧係有3,800,000美元嘅400 billion 即係4,000億，4,000億係咁大嘅，即係話唔好睇少。咁如果入曬數據嗰時，你好難好難啱啦。咁做每個體驗啦，頭先講過好多病人，原來35%問佢哋邊樣嘢最唔開心，佢就溝通，即係話我唔知道自己咩事，你淨係推我啲推我嗰個嘢打唔到，咁嗰個係佢其中一個。咁當佢人工智能換開 ChatGPT 都有個都有人問啊嘛。咁而家最討厭嘅問題就係一打電話就得個錄音機，係冇人嘅。遠程嘅醫療啦，咁係可以令到一啲less advantage， 即係話冇咁富裕嘅地方嘅人都可以去，佢可以住喺山區，住好多地方。咁呢個係好穩定嘅一個改變。咁佢會令到醫療嘅費用咧係減低咗50%，而醫療所得到嘅後果係提升咗40%，即係診斷嘅效果考慮咗。咁而係啊，點診斷咧？唔係 AI 代替，係人同埋 AI 夾埋一齊，夾埋即係個人係主導，而攞咗 AI 嚟檢查佢。因為如果你淨係睇個 AI 起身嘅話咧，你係冇咗嗰個問責，邊個負責？出咗事你係唔知道嘅，係唔知道？你都唔知道你係主導邊個？所以幾時都係人去主導。咁喺譬如舉例呢個就係即係最頭先講嘅圖像啦，咁你可以學咗好多放射線嘅圖像，譬如頭先講啊，有個 MIT 我睇過好多嘅 X-ray， 我知道呢個 X-ray 係 MIT 嘅話題，一話係感冒啫，一話係肺癌，一話係唔同嘅病，咁都要係佢亦都要經過大數據學習。咁第一期肺癌啦，咁呢個係。咁喺健康嘅測試嗰陣時咧，係可以用咗一個大數據去做咗一個即係心理學學習。咁就臨牀嗰個決斷咧，就做到咗咧。我睇過好多次，如果你咁樣做嘅話，結果係好翻，一話死咗，一話係早啲好翻，一話係延長咗生命。呢個數據係幫助佢做到檢查。咁連接唔同嘅數據咧。就係可以，呢個所連接係唔同嘅數據，唔同嘅意思即係話，可能我哋係唔知道嗰一啲數據有關係，佢都可以咁講。咁呢個係大數據意思，係可以做到。如果你通常咧，我哋話呢種情形會同
咩有關咧？可能同如果你如果你中風，可能你個膽固醇數據可能都係數據。但係會唔會有啲我哋完全唔知道嘅數據咧？譬如後面啊，做個手術嗰度啊，嗰度幾多時間？做十分鐘，啊，做十分鐘咧，我就要跳啦。但剛才講到呢，最這個過程呢要照一個增加你的提升的，但在這個提升的過程裡面呢，是如果做什麼就是提升可以工作更有效率，可以做一些以前做不到的事，這個工作以前的工作取代了，我們可以不用再做，如果你滿足於現存的身份，但是我的人類是滿足的，我們要繼續的。另外我的人呢是多了出來的 human resource 就可以發展新的，這個是人類不斷發展的，行業不斷轉移，而不斷有新的行業出來，那個結果就是絕地現在本來是可以舒服一點的，10% 的人就已經衣食住行完了，現在我們就滿足這個生活，不在人物質上做到之外，亦都做到一啲以前做唔到嘅嘢，譬如有好多行業所照顧嘅問題，以前係冇人手照顧，而家能夠去照顧到，咁一定係發揮咗先嘅工作，呢個就係趨勢。咁呢個趨勢裏邊，有好多嘅影響啦，影響到人類嘅醫療、經濟、工業，要不斷咁創新，不斷去揾新嘅。但呢個不斷創新係不斷。而且個步伐越嚟越快，咁呢個就係遇到要點去應付，點去適應，而點去應付係要好小心。如果你走錯咗嗰陣時，係可以講係人類走咗一個冇回頭路嘅路，而且越走越快，係冇得回頭，冇得翻轉頭。我可能可以去翻以前嗰個年社會，冇得翻。同埋你唔走，冇選擇，第一又冇回頭。第二冇選擇，如果間公司可唔可以停留喺個產品，一個人嚟出個新產品，你會將佢冚死嘅，係逼住你要做。既然我咁樣已經提高咗效率，我唔使做咁多，我啲工人可以舒服啲，可以多啲時間照顧屋企。當你咁做嗰時咧，你嘅對敵唔係咁做，你嘅產品賣唔到，咁係人哋走咗呢個路。是逼住你咁做，咁呢個逼住點做咧？係冇選擇。如果要問我咩解釋，我只能夠叫佢做原罪。而呢、這個佢會影響到政策，影響到人嘅尊嚴，個倫理道德、安全呢幾樣，係經過人類好多年去揾得出嚟。呢、這個步伐越嚟越快。譬如舉例，我喺呢個經濟時代嘅轉變啦。但我很難講到AI 時代的轉變，因為未發生。但係而家有咩轉變，我哋睇到學校的改變很大，但係仍然貧富懸殊，仍然少數人可以解決咗全球事住行。多謝你再5分鐘。但係人類仍然有貧富懸殊，係仍然係未解決到嘅。農業搞掂曬，起屋搞掂曬。地點轉變變就係病死，喺教育方面嘅設配改咗好多。而家每個人最少用16年嘅時間喺校業嘅，學業完咗之後，會仲未有錢去買屋。而家喺大陸，如果要結婚要間屋噶嘛，咁冇屋做完10年嘅，幾時先有屋啊？唔理喺香港邊度啦，你幾時有屋？幾時先有人揀你啊？你因為你冇屋噶嘛。咁而家人類以為自己係嗰啲生活，但係即使男女一齊工作，即使男女工作，都認為自己唔夠能力去養仔，所以有啲人甚至都唔肯生仔。環境氣候已經講咗，互聯網裏邊好多騙局、好多戰爭、好多競爭。咁呢方面咧，我亦都喺個倫理方面咧，亦都要提翻，因為剩翻三四分鐘啦。
呢個倫理咧已經係好多問題發生啦，但係即係上海嘅三即係大家比較少遇到嘅問題。我基呢個倫理唔係淨係一個問題，唔係淨係墮胎啊或者變性問題，而係一整個過程由病到邊個都。一路追求嘅，咁呢個基本最主要嘅分別係邊度？就話人嗰個婚姻性同埋生存係有關係，係因為即係你有愛，所以婚姻裏邊嘅性行為，而佢性行為有咗生存嘅，而喺呢個父母裏邊，而性革命嘅主要嘅傷害就係將呢個關係打斷咗，係冇關係。咁冇關係，原來性同婚姻冇關係，同生活有關係。咁性嚟做乜嘢？就只係為咗享受，而唔係為咗標人一個愛情去建立家庭。因為建立家庭對於仔嗰份愛，對仔嗰份付出嗰份愛係好重要。但而家冇咗，我唔係婚姻，既然同性冇關係，同生活，所以個性已經冇嘢解釋，只能夠將佢變成咗緣。如果又只係為娛樂嗰時咧，就乜都做得，乜都做得，包括而且乜都做得，唔係淨係男女都係咁樣。咁所以當佢哋追求平等嗰陣時咧，喺海外嘅女生咧，就會因為而家睇嘅電影啦，都係一夜情，佢目的只係為享受，唔係只男嘅，而係女嘅咁樣。佢揾一個唔識嘅，因為俾人笑啊，佢都未試過性，都唔係女人，而且係女仔，咁佢就揾一個完全唔識得嘅。做咗先，咁然後佢就好驕傲咁翻到而家，我入到高啦，我入到高，係將呢個概念拆斷咗。咁拆斷咗之後，連男女都可以解釋，因為既然個性只係為個中意，而佢最主要攞開就係性、婚姻同埋愛情同埋兒女，係培育嗰份愛情，因為培育嘅愛情係。最大的特點，這個特點是比喻於天主的賜賬的，智慧也是天主的賜賬的，但是將這個打斷了之後，就一直發生。如果你將它看成一個個別因素，是沒辦法解決，是沒辦法解決的。你可以逐個階段說，我可以說一個問題，你可以逐個階段，是解決不到的，但是要知道它最關鍵的。咁我已經好似過咗咗啦。網上嘅色情，即係其實嗰時啦，網上色情好多人冇留意嘅。咁但係我喺學生代都加翻呢樣，就係所謂睇嗰個網上嘅色情啦。喺美國調查，網上色情咧即係話，我有傷害人，好多人都話我冇傷害人喺網上啫嘛。咁但係網上色情係將你做咗啲虛幻嘅嘢之後咧。是會將個性只睇成一個娛樂，咁你係唔會再將對方一個真嘅人尊重一個人，你會將嗰個人，即使係自己妻子，當成一個工具，或者丈夫當成一個工具，會離婚啦，會離過啦，或者家庭啦，而網上色情咧係會有 addiction， 好似吸毒咁樣，係會越追求，咁到到佢極端嗰陣時咧，就會強姦。咁所以喺美國嘅強姦犯裏邊，80%嘅好嚴重嘅強姦犯，即係連續強姦謀殺呢啲犯人裏邊咧，拉到之後咧，發覺80%咧係嘅事情。咁所以將呢樣拆開咗之後，我認為係冇辦法再將性擺成做一個冇目的，唔係去結婚，拆開咗分開前幾樣可以做。咁如果我哋唔明白呢個咧，係點樣講都唔會，而且呢個唔係淨係教會講，係人類經過咗幾千年所突破嘅啱啲嘢，連中國好多年都唔識得一啲細節。雖然喺衣著嘅唔端莊，而家中國係好普遍，包括喺教會，女生衣服唔端莊，唔止學校唔端莊，連喺地鐵街上都係咁樣，咁呢個亦都係為咗係唔將對方睇成。